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注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注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注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10页，啊，410页，倒数第四行，教授宣传圣旨啊，我们看注解啊，明旨为教，训诲于义，明旨为授，就是教导与传授经法义理之意。如是之善知识，称为教授善知识。经之经文，乃其简称，意思就是导师。啊，在极乐世界，这个教授啊，导师是谁呢？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啊，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通通称菩萨。下面经文呢说得很清楚，每一个人都是直接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导啊，好像感觉当中啊，阿弥陀佛就教我一个人啊，每个人都是这样感觉。阿弥陀佛能分无量无边身啊，分身跟报身丝毫差别都没有啊，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，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弥陀亲自教你啊，大乘教上常说，佛以一音而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啊，我听佛所说的是我的言语，你听是你的言语。啊，中国人听是中国言语，外国人听是外国言语，不需要翻译。啊，这个是
无思议功德之所流现。啊，今之就是现今这个地方的经文是简称，因为一般大乘经上都称为道士。啊，极乐世界导师多，能教我们的人很多，那些化身菩萨、等觉菩萨啊，在我们这个世间只有一尊弥勒菩萨、等觉菩萨，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后部佛。世尊法运过去之后了，他会从斗率天下降，他现在住在斗率天。斗率天的寿命到了，他就到人间来示现作佛了。弥勒下生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我们看下面这一段经文，愿普世，这都属于大菩提心，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诸天人民，诸天是天道，包含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啊，一般呢不受无色界，因为无色界天佛不在那里说法，那个地方的人自己以为成佛了，是个误会。啊，这个是天道最高的地方。啊，他们认为到那里成佛了，证得大涅槃，寿命八万大劫。啊，一个大劫是我们这个世界、我们的星球、我们的星系啊，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大劫。那沉住坏空多少时候才发生一次？这是天文现象，时间很长很长啊，诸位要晓得，我们这个地球有沉住坏空，太阳有沉住坏空，银河系有沉住坏空啊，那一个大千世界多少个银河系呢？十万个银河系，这是一个大的星团啊，这个星团有十万亿个银河系啊，十万银河系啊，这十万银河系的时候有沉住坏空，这是我们人间看不到的事情。佛经上讲无量界啊，这么长的时间，说明什么是事情呢？说明无色界天啊，无色界天在他那个境界里没事做啊，啊，那个世界是精神的世界，没有物质现象
啊，有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全在定中。所以那个境界里头看不到生灭的现象。因此把四空天误会为常寂光。啊，以为是融入常寂光。他们没有发心度众生，完全自己在享受有乐清净极灭之乐啊，他能享受到八万大劫寿命到了，他不能向上提升，那换句话说他就往下堕落。堕到哪里呢？世尊告诉我们，多半都是堕落在无间地狱。所谓爬得高啊，摔得重。为什么会堕无间地狱？这个时候他生起怀疑，毁谤佛法。啊，佛说的大涅槃，他说我已经证得了，证得永远不退转，为什么我还会退转？啊，这个念头起来，这个是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毁谤三宝，就是无间地狱的业因。啊，那么我们知道在地狱要受罪，大概那个时间跟无色界天的寿命一样长啊，堕落在那个里头不能出来。无世界以来，阿赖耶里面所有一切不善种子在地狱里头受过报啊，受满之后才能出来啊。这个时间太长太长了。啊，这是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人就不会想求生天道了。啊，那真正的路，究竟路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有大智慧的人，有大福报的人，他会选择极乐世界，选择这个法门，一生成就。啊，普世没有一个众生不摄受的。啊，从诸天人民及云软类，这是说的畜生道。畜生道里面最低级的，啊，云是飞虫。小飞虫，软是爬虫，畜生到最低的。那这样的畜生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？有。为什么有？过去生中啊，他学佛学过，临命终时，一时迷惑，堕到畜生里去。出生到去，那么这样的小飞虫，它的寿命很短，啊，许多寿命只是几个小时，啊，我们看到水上，
油的这些小虫啊，浮游，它的寿命朝生暮死，大概就十几个小时。那么十几个小时，它是不是就罪受完了，能到人间投胎呢？不能。畜生道论世俗，你在这个畜生道，生死论世俗，有几十次的，那大的畜生，像牛羊这些畜生，十几次、几十次，越小的动物，它寿命越短。次数就越多，那像朝生暮死，那个要几千次、几万次，真的是苦不堪言呐！人怕死啊，小动物也怕死啊。所谓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呀！这就是说明。地狱道太苦，不肯去。卧轨道也苦，畜生道这个生死次数太多了。三卧道不能去。怎么到三卧道的？成慧堕地狱。贪心堕恶鬼，愚痴堕畜生，叫贪嗔痴，造贪嗔痴的业，就是造三恶道的业，将来感得的必定是三恶道。那么这些三恶道的众生，在过去生中有没有修过佛？有，无量劫来肯定他也在天上待过，也在人间待过，也曾经遇到过佛法。遇到佛法为什么不能成就？这个话不要问别人，问自己。我们这一生闻佛法了，我们有没有把握往生？没有把握往生，就跟他们一样。三恶道的众生，如果过去生中种很厚的善根，他在畜生道、在恶鬼道，甚至在地狱道，都能得到菩萨帮助他，像地藏菩萨大家都很熟悉，地藏菩萨慈悲心重啊，他在哪里度众生？在地狱道。度哪些众生？根熟的众生。什么叫根熟？在天上人间修得很好，寿命到的时候一个念头错了，堕到地狱，也一念之差了，他有深厚的善根，所以菩萨在地狱里给他讲经说法，他觉悟，这一觉悟地狱就离开了。如果是念佛这个根深厚的话，他想起阿弥陀佛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，就没有分别了。来生我国习作菩萨了。下面是念老的说起。
啊，群生之类，这个群生之十法界，生起过者，这个是讲极乐世界。啊，你要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没有二乘，唯是菩萨。我们这个世界有二乘，大乘、小乘，有三乘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，极乐世界只有一乘，一乘就是到那边去做佛。啊，一乘是法身菩萨。啊，往上一推就是成佛。啊，彼不佛位。啊，等觉就是后不佛。啊，他在那里等。哪个世界佛缘尽了，佛就灭度了，就走了。啊，他到那个地方去做佛，叫彼不佛位，是法藏菩萨的大愿了，称为一乘愿海。一乘愿海具体就是四十八愿。啊，我们这个经下面一品第六品啊，要介绍啊四十八愿，习成佛果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将来个个都成佛，没有一个是空过的啊，乃一佛成果，说无二也无三也，是故三辈往生。啊，往生大分有三大类，上品、中品、下品。啊，因为他都成佛，所以三辈不论是哪一辈，都要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什么是发菩提心？愿意做佛这个心。就是菩提心啊，往生极乐世界一定发愿，我要成佛，我要做佛，这个念头要非常强烈啊，跟阿弥陀佛升起感应道交啊，从真心里发出来，这不是狂妄啊，是真的啊，为什么可能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不再疑惑了啊。我们本来是佛，现在很不幸，迷惑颠倒，堕落在六道里头做凡夫啊，一念觉悟，我要回归到我的本位啊，阿弥陀佛能帮助我。这一生决定成就啊！下面这一段是总结啊，请看经文：我立誓愿，度身无数诸佛国者，宁可得佛。阿弥陀，这个法藏比丘。在他老师的面前，他老师是自在王如来啊，求老师给他作证啊，他立这个许愿，我们中国人讲立志，人不立志，一生不会有成就。为什么？他没有目标。啊，学佛要发心，不发心没有成就啊，一定要成就，有成就
那我们看到法藏比丘给我们做出的榜样，他不但要做佛，而且要超胜无数诸佛国者，要超过一切诸佛，能不能做到？我们看这个注解，念老的注，这一段的幕后，请佛证明，我列誓愿，度胜无数诸国者，宁可得佛，愿自己将来成就的国土，佛国胜于佛国，不知道能不能做到？请佛垂询。这个愿发的太大了。下面经文，佛为他证明，佛为真诚，分两苦，分两段。第一段，佛令自摄，分三个小段，下面是第一个小段，世间自在王佛，既为法藏而说经言，譬如大海一人斗量，经历劫数尚可穷敌，这是比喻。勉励一个人要勤奋，可以做得到。如果退心，那就做不到了。念老在这里简单介绍这一段的大意，佛回答法藏，譬如有一个人用斗量海水，九斤十戒，尚可穷尽海底。海水量得尽的，只要有这么长的时间，你一桶一桶，也能把它量干净。用这个比喻，下面证说。经文也只一句，人有智心求道，这个智心就是真心，真诚到极处叫智心，精进不止，勇猛精进不停止，会当刻苦何便不得，你一定会有结果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人能以智心，智极之心，真诚到基础，这个心呢求道，能精进不移，就是精进不止，必能得苦。会当刻苦，会以及法师说戒也。谨行法师说以彼也。刻跟下面是个刀子，跟这个刻里面一个寸字，克服的刻是一个意思。简体现在都用下面这个刻字了。以为
杀也，彼也，随也，得也。啊，有这么多意思。啊，这中国文字含有这么多意思，看看用哪一个意思合适，我们就采取哪个意思。那么这个里头有随的意思，有得的意思。啊，那你一定会得到你所希求的果报。所以说，又有何愿不能求得呢？有愿必成呐。阿弥陀佛为我们表法。啊，他那么大的愿都能成就，何况小愿？原理是什么？大乘教里头有一句话要记住：一切法从心向生，这就是原理。你为什么能成功？啊，一切法是从心向生，极乐世界。是阿弥陀佛心想生的，啊，就是此地所说的。那么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。啊，我们看到的报告。是普兰克的报告，德国的物理学家。啊，他一生研究物质现象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，真的被他发现了。啊，研究这一个题目400年了。多少人在研究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啊，到最近这20年、20-30年里，被揭穿了。啊，物质从哪来的？念头变现的幻想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他发表。研究报告说这个世界没根本没有物质现象的存在，物质现象都是假的。啊，跟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一样，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相就是物质现象。啊，提出这是新的理论，以前没有过的，疑心恐悟，就是用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。懂得这个道理就好办了。啊，我们地球上现在是一团混乱，啊，地球的灾难非常频繁，这什么缘故？啊，回过头来再看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庄严美好到基础，那个地方社会安定，那个居住的环境没有灾难，什么原因？
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个个都是菩萨了。菩萨什么心？大慈大悲。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？大慈大悲成就的。那么我们世界，这个世界现在怎么成就？贪嗔痴慢疑成就的。啊，自私自利成就的。一对比，你就晓得了。我们这个世界能不能变成极乐世界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只要地球上的居民个个都能够有大慈大悲啊，舍己为人，这个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。啊，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全都兑现了，极乐世界就在地球上形成了。因为物质环境随着念头转嘛，念头善人天两道，念头不善就是畜生恶鬼地狱。这从哪里来的？从念头生的。慧能大师讲得清楚啊，我们要会听呢。他开悟最后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啊，自信就是我们的真心。整个宇宙从哪里？我们自己心念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能生的是真的，它不生不灭。所现的都有生灭现象啊，即时时报庄严土看不到生灭，它有隐现，隐就是灭，现就是生。啊，众生有感，佛有应，这就是隐性。我们这个感的心消失了，自性所性的相也消失了。啊，这个道理很深。佛说过了，谁知道？佛知道，除佛之外还有四个人知道。这就说明这桩事情不是佛一个人独知。啊，这四个人是谁？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、等觉菩萨，这四个人知道。啊，他们功夫道很深啊，他见到了，佛见到了，他们都见到了。那么七地以前只能够说听佛说过，自己没有亲自见到，再提升一级就见到了。佛教是科学啊，你听到的不算数，要证实才算数。你必须要证到八地以上，亲自看到这是真的，这个算数啊。否则人听佛说的，听佛说的一定要有证啊。佛法讲求的是头一个你要相信，第二个要理解，第三个要
真正做功夫去修行，最后一个证，把佛所讲的证明，不到证没有用处啊！啊，信结行证四个步骤啊，啊，我们看下文。彭绍生居士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里面解释，啊，彭居士前清乾隆时候的人，啊，这一位居士也是再来人，聪明，我们看他的传记，他19岁考中进士，很难得了啊！在那个时代，进士是最高的学位，20岁成年的成人，19岁叫童子，啊，他的家庭环境好，父亲是兵部尚书，要比现在的等于是国防部长，啊，乾隆皇帝的国防部长。啊，家庭环境好啊，所以他不做官呢。啊，他学佛，他修道，啊，儒释道，造诣都很深。啊，最后他念佛往生。啊，他有一本书叫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，是他做的。啊，这本书在净宗里面也是重要的典籍。啊，无量寿经9个版本，它算是一个。那么他解释说，法藏云：我发无上正觉之心，当知无上正觉，一切愿王从此出生。一切净土从此建立。彭居士劝我们要学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的时候发这么大的心，我们要有这个胆识啊，要跟他发同样的心，同样的愿，我们的成就跟他一样。这是正确的啊！无上正觉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《华严经》称为妙觉啊。妙觉上面没有了，等觉上面还有妙觉，妙觉上就没有了，称为无上。啊，在这个位置上，一切愿望，这个一切愿望，简单的说，就是《华严经》普贤菩萨所说的十大愿望。从这个地方出生啊，这是愿呢，就是心想啊，下面呢
一切净土从此建立，这就是事，这就是相啊，真成就了啊！一切净土就是从心想生嘛。啊，为什么会有一切净土？净土是为众生而建立的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福报大的、智慧高的，他居住在欲界天、色界天。那是他心想生的，福报次一等的则在人间，人间也不一样，有人在人间居净土，有人在人间居秽土。现在这个地球也如是啊，我们在纽西兰，在澳洲看到净土啊，那个地方没有染污啊，那个地方没有坏人的啊。那么像中国有没有净土？有，在深山里面。前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，在深山里面，他是修道的，他知道的有在深山修道的人，年岁最小的130岁，年岁大的160多岁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这些在深山里头是净土，没有人干扰，清净无为啊。每个人愿不一样啊。那些人在深山里，离开城市，连农村都离开，找人迹不到的深山，到那里去修行，成就道业，在那个地方都是真正修行人。人数少啊，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一切净土从此建立，才发此心，极乐庄严一时具足，念头一动，境界就出现。没有动念头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一片常寂光。一动念头，这个世界就形成了。世界有多大，都是我们心想生，但是我们不知道。为什么不知道？心迷了。那觉悟就都知道。什么叫觉悟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叫觉悟。觉悟了都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迷了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知道这眼前一点点，
啊，你的肉眼能看到的，你的肉耳可以听到的，就这么个小范围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接着资讯，啊，卫星、电视、网络这些工具，啊，知道地球这么大，那地球之外星球太多了。我们晚上看看天空啊，真的是无量无数的星星。那个些星星很多跟地球一样，啊，有没有众生居住呢？肯定有。众生种类繁杂，啊，学佛，学佛为什么？了解宇宙的真相，了解一切法的真相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本来了解，迷了以后才忘掉了，才不了解了。啊，佛法帮助我们回头，帮助我们恢复本能。啊，六种神通都是本能，每个人都去做。啊，像佛一样的广大无边际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心外无法，心外求法全是错了。啊，佛称它为外道，心外求法外道。佛法完全从自己修，从心内去求。求觉悟啊，觉悟怎么求法？把障碍觉悟的东西统统放下，起心动念障碍觉悟，分别障碍觉悟，执着是严重的障碍觉悟啊，所以修行。修正我们的行为，我们起心动念是心的行为，言语是口的行为，造作是身的行为。现在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全错了啊！啊，所以出现许许多多错误的现象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感官的宇宙。如果我们能守住圣人的标准，达不到他的境界，守他的标准，他的标准是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我们能守住这个，那我们这个地球就是太平盛世啊，大家生活都非常幸福啊，非常美满。那要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，那就得修复，把这三大类的障碍全都放下了，回归到自心啊，自心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，它是清净的，没有丝毫染污，
他不生不灭，他的本能具足无量智慧，所以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，是自己本来有的。啊，无量才艺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样样都是无量。阿弥陀佛所现的极乐世界，我们自己的自信也能现，现出跟他一样，不比他差一毫厘啊！那往生到极乐世界是自信净土，是自信弥陀。啊，阿弥陀佛从哪来的？也是我自心变现出来。这个道理要懂，这个道理要相信，不能怀疑。啊，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，放下而已啊。放下是功夫啊，放下你就看破了，看破什么？看到事实真相，叫看破。啊，事实真相是什么？所有一切现象是假的。啊，物质现象、心理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是假的。你真看破了啊，假的怎么样？假的就不会再放在心上了，就对了。我们今天把假的放在心上，真的完全不知道，这叫凡夫，这叫搞生死轮回，苦不堪言。啊，所以这边讲的净土从哪来的？净土从愿生的。阿弥陀佛的愿善，纯净纯善，所以生出来的现象，物质现象、心理现象、自然现象都美好到基础，挑不出一点毛病，真的让人称心如意呀！啊，我们的自信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，是一不是二啊！啊，我们跟他同心同愿，同德同心。哪有不生极乐世界的道理？啊，所以我们要有坚定的心愿，老实念佛，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不能把它丢掉啊！口不念，心念呢？心里都常有阿弥陀佛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心里头不能有贪嗔痴啊，有贪嗔痴是造三恶道。啊，魔鬼地狱出生从哪来的？是自己贪嗔痴这个念头念出来的，你怎么能怪人呢？啊，人道是五伦五常念出来的，啊，常念伦常，不舍人身，
来生还得人生。那天道是大慈悲、大智慧变现出来的，那比人道高的太多了。啊，我们把这段念掉，就明白了。啊，彭居士说，啊，这底下话从当知无上正觉，一切愿望从此出生，这是黄念老的话。他为我们解释，我发无上正觉之心，啊，为我解释这个，啊，说极乐庄严一时具足，故曰，这下面的话是彭居士的，至心求道，精进不止，会当克果，何愿不得？这是本经的经文，所以这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故？啊，彭氏之书，彭继清居士所讲的，道出世尊，此大之本意。啊，世尊回答。法藏菩萨的意思，该发起之心，彼含深故。我们这里真发现，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我们一份念力在其中。这个念力变成了莲花，莲花上面还有自己的名字，决定不会错的。将来报尽，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莲花来接引。经上讲得清清楚楚啊！啊，所以发起之心。彼含深故，因彻古海啊，花果同时，但当精进，何愿不得？真的，一切因果不离自性呢、啊。无有一法居于心外，这两句话说得好啊！我们信心从这里建立。所以念头要渐深啊，尽可能把错误的观念放下啊，错误的信念啊，把正念，正念就是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啊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要常常升起啊，时时刻刻都有这个念头，好啊啊，有这个念头，就是我们自己加入极乐世界，加入阿弥陀佛这个团体真实的功德啊，要记住一切因果不离自性，信愿持名是因，往生极乐世界是果。啊，无有一法居于心外，心外无法。
下面皆归自性。这有三段，第一个小段自修，佛告诉他如自思维，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。念老注解里的时候，下文连用了三个字字，第一句如自思维，接着说如自当知，后面说如因自摄，是指不直接作答，但直指三个字字，说是老婆心切心切深意存也。这个深深的深意，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世人常说一句话，说的没错，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，那就是心想事成，这是佛家语。想善善事成，想恶恶事成，我们想我们住的这个地区安定和谐，风调雨顺，一切灾难没有，能不能做到？难。我们能做到，可是别人不是这么想啊。那怎么办？当代量子力学家发现，念力的能量是无法估计的，真正不可思议。我们地球上现在有70亿人，这些人想什么？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不善。那地球还能救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能救。只要有一些人念头纯正纯净，有多少人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总人口1%的平方根，那么70亿人1%的平方根呢，大概8000多人，还不到10000人。地球上能够有这么多人念头纯正，灾难就能化解。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邪不胜正。一个思想纯正的人，念头清净的人，他就能抵得100万1000万。有这么大的能量。这桩事情佛经上讲得清楚。但是我们学习佛经的人会怀疑。
因为我们无法想通啊。今天我们得了量子力学的报告，他们研究真有这个能量，我们对佛经上所说的才不怀疑了。希望我们佛弟子们发现了。但是今天我们把传统的教育丢掉200年了，传统的扎根教育我们都没有接受过，根不深了，不深怎么样？容易动摇，摇摆不定。现在的社会科学技术发达，诱惑的力量多大，比100年前超过100倍都不止啊，比200年前来讲大概要超过1000倍啊。所以今天修佛最难的是信心、愿心。我们是在讲太容易动摇了，没有坚固的信心，那么将来还是要搞六道轮回。在六道轮回能再得人生或者生得欲界天，那就很不错了。成就道业往生净土好像很难。难在什么？信心摇摆不定。如果信心坚定，不会被现在这些物质环境引诱，完全能够不动心，那我们的道业就能成功。求生净土一定可以满愿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要相信一切因果不离自性，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，我们所受的是果报。现前我受的是什么果报？说明什么呢？这是我以前所造的因。那现前我现在一切念头、言语、行为，那是感的来生的果报。我们这一生的果报善了，没有不善的，来生的果报好啊。来生不求人天福报，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在极乐世界成就我的愿望。做得到啊，往生极乐世界比升天还容易。比来生的人生也容易。为什么不敢？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要知道因果不离自性。我这个念头会感召什么样的果报？于是所有杂念放下了，一心正念，这个正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不离自心，所以下面经文皆归自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个里头意思很深啊，如自思维，如自当知，如因自舍，这三个字啊，何必问人啊？问自己就成就了。这个地方一问一答，我们体会到真实意，就得受用。在这里也能体会到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教学的高明，时时刻刻在点你，希望你一下悟入。那么下面是自知，如所修行，如当如自当知。念老解释引用日本郡地法师《无量寿经会疏》上说的，如自当知云，如自当知者，列入法华三智之属，其意深广，不可容易说故啊。这是郡地师在会疏里头解释这一句经文，念老说此说甚好，他讲得好。彼经就是法华经，法华经上佛说只只不许说，正是精进之意，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法藏菩萨在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他们的应对。六祖曰，坛经里都说的，迷在入边，也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迷在入边是坛经上的，是慧明法师他们追赶慧能慧能看他们来了，躲藏起来他要的是衣钵，就把衣钵放在路边石头上，自己人藏起来慧明看到衣钵了，拉不动，他就惭愧了他没有出家之前是四品将军，是学武艺的人，怎么连个这几件衣服小包袱拿不动？他就知道护法神守住他该念头一转，请慧能大师出来见面，我是为法来的，不是为衣钵来的，来向你求法的。
文能老师就出来了，跟他见了面了。啊，他诚心诚意，啊，磕头作揖。啊，慧能大师就告诉他：“你用现在的话说，放下万缘，啊，不要想善，也不要想恶，一切都不想，啊，让心里达到清净，一念不生。”在这个时候。提醒他一句啊，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啊，在这一句之下的时候，因为他心是真心，杂念没有了，一下去就开悟了。慧能大师第一个得度的是慧命，在他手下一生有40多个开悟，这第一个啊，慧明听到之后这下惊醒了，第二句问还有没有迷，六祖就回答他：迷在入边，在你不在我。啊，这些话我们听不懂啊。他用真心听，他就真灵觉。我们是用妄心，不是用真心。差别在此地，我们的心里都有杂念，有妄想。经看不懂，说听不懂，啊。南大师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就像我们所说的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样的心听五祖讲金刚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他就开悟啊，开悟说出他的境界，那就是他的报告，他的心得啊，说了五句话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五祖把衣钵就给他了，下面不要说了，全明白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听经，我们读经，都有杂念，都有妄想，都有分别，都有执着，所以不行啊！啊，真正把是我常讲的。你能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见色闻声没有不开悟的，开悟是在你这边的，不在老师那边的。你只要用真心的，就有悟处啊！你用妄心不行啊！啊，所以慧明在路上追赶他这一。刹那之间他用真心，他一下就悟了啊，离开的时候后头追的人上来啊，他告诉你这一条路上没有，我看过了啊，我们到别的路去追去，这样保护能大师这个用真心跟用妄心不一样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用纯真无妄的心，我们做不到，做到就跟慧能一样啊。那么我们烦恼轻一点，哎，好像智慧就长一点。
啊，也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少一点，减轻一点，啊，哎，听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就开悟了。啊，悟有小悟，有大悟。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小悟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小悟。啊，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。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菩萨，我们讲大悟。啊，起心动念都没有，彻悟，大彻大悟，都在自己，不在外头。老师有没有办法传给你？没有啊，完全在你用心呢。你要不会用真心，佛菩萨来教你都不行。啊，那么你所误入的，那些都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你用妄心，你怎么能见到真相？真心见真相，妄心见幻相，见假相。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全是幻相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学了这么多年，啊，经教里头告诉我们，我们相信经教，那就相信。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全是虚妄，可别当真。那功夫在哪里呢？功夫在这些虚妄相不要放在心上，这叫功夫。啊，什么东西放在心上呢？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你就对了。啊，你能这样做，你才真正生智慧。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啊，对于宇宙人生越来越明白。啊，看佛经看得懂，听佛经能听得懂。啊，所以六祖这个密在路边，念到下头一句又说：“古禅德曰，古时候禅宗大德，如自会取好啊，我不如汝啊，也是此经三个字的意思。”啊，你自会取好，我不如你啊。啊，你自会也，多给这个地方三个字的意思。你看，自修、自知、自舍，啊，后面还有一句。亲近佛国，如影自身。这是那个时候，阿弥陀佛没成佛啊，做学生的时候。老师教导他，难了，真难了。
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注解里的言君弟子即曰，接着又说此罕善矣，这里都有三个意思。啊，第一个，法藏菩萨蓄智深厚，高才勇哲，与世超异，敬佛国土之事，久已洞达，虽佛智无所加之，故如汝所知，如自当行之也。这里有个卦符，佛名法藏，从古相因也。啊，这是表法，这是表演。啊，就像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我们世间现身说法一个意思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在我们地球上修行正道的？不是，早就成佛了。啊，这时这一次来，《梵王经》上说，第八千次，他到这个地球上来了八千次。我们凡夫不认识啊，早就成佛了。于是我们就想到，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多久？十界。在无量长远的时间里头，时间是很短的，啊，可以说他在西方世界建立这个点啊，成立没多久，目的何在呢？接引众生啊，接引这一方的众生，啊，有没有功德圆满的时候呢？有，功德圆满，他就灭度了，啊，但是他的世界不消失，观世音菩萨借助成佛。啊，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他成佛之后的国土不比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差啊，在这个基础上更加庄严啊，所以法藏久已成佛，这里头有第二个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啊，所以说如汝所知，如此当行啊。那么说白了呢，也就是三业身口意教化众生啊，为一切众生的善知识，为一切众生的好老师啊，这个意思是密意啊。第一个意思，第二个意思呢？为摄取佛国，过随要语，获取慧珠，获求清净，获摄三乘。或愿
一尘，故任菩萨亦落一世去之，不用如来指示也。何必用佛指示？你接触大众，教化大众，你全都知道。用不着向佛请教，你自己有这个能力。那么这是第二个意思。第三个意思，为梵语净土有报有化，法报高妙，非菩萨分，唯因自分以摄取也，故云如此当之。这个后头这一段，梵语净土有报身，有化身。那化身报身高，那是为化身菩萨实现的。不是化身菩萨，他没分。唯因自分以摄取之。这就像教学一样。世尊教学分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阿含12年。第二个阶段方等。第一个阶段好比小学，第二个阶段好比中学，方等8年。第三个阶段好比大学，那是主要的22年，讲般若。最后8年好像办研究所，完全设一乘法。会三归一，把前面所说的二乘三乘最后通通归一乘法，这才究竟圆满。这就是摄受摄取不同。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，有凡身同居土，有方便有余土，有十报庄严土。这里讲还有常寂光净土。常寂光跟十报土高妙。但是他的方便土跟同居土尤其明，实际上呢，这两土的菩萨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十报土没有两样，这是西方世界特别处。这一章在下一篇我们会读到。法藏菩萨的愿心不可思议，确确实实一般人在因地没想到，他想的那么周密，帮助这些苦难业障深重的众生，造无逆十恶，都要堕阿鼻地狱，他都能够帮助他，在临终
一念十念成佛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诸佛如来对他老人家赞叹，称他为佛中之王啊！啊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！对弥陀的赞叹啊！这些地方，我们细心去观察、去思维，慢慢就体会到了，体会到是才相信，才不疑惑了啊！诸佛世界刹土非常久远呐、啊，极乐世界在十界，那是个新的国度啊，以前没有啊，十界才有，十界在菩萨境界里很短的时间啊，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，将来都是极乐世界元老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第十界就来了。啊，那个世界的寿命是无量寿，我就是无量劫。啊，无量劫，我们第十劫就去了。啊，老资格了，一定要把握住。啊，不要落在人后面。一定要知道。这世界是假的，不但这个世界是假的，一切诸佛刹土全是假的。真的只有十八土，只有长吉光土，这真的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知道之后我们就晓得取舍，我不取十方国土，我取极乐世界。啊，为什么？十方诸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什么身份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也就好比大学很多，这个大学很特殊。啊，一切大学都不能跟它相比。啊，他的校长，他的教授，确实高人一等。啊，那我们读书一定选择这个学校，而且这个学校很容易进去。让我们自己有信心啊，能真正觉悟到我可以去，我能够去得成，这个信念非常重要啊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上面君帝师所言，唯因自分，此之自分即宗门所谓发身向上是也，故超于菩萨之分，各种义理非凡情所能解、所能体会。这个意思深了。啊，君帝师所说的这一句话，啊，都在
无量寿经注解里头所说的啊，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再看法藏菩萨祈请，那这个祈请的意思很深，分三段。第一段，佛境难明，佛的境界太深了，太广了，菩萨不知道，地上菩萨要到八地才知道，才清楚了，七地以前模糊啊，八地才真正明白了。所以法藏白言，四意宏深，非我境界，这是法藏，代表我们所说的啊，佛讲三个字，这个意思太深了。啊，如自思维，如自当知，如因自学。确实太深了，非我境界，不但六道听不懂，阿罗汉辟支佛也听不懂，全教菩萨听不懂，地上菩萨、原教地上菩萨听到似懂非懂，到八地以上才真正听懂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这一个段的注解很长。那解思此也，宏大也，尽者心所心之所有虑判缘者为之尽，如色为眼识所有虑为之色尽，乃至法为意识所有虑为之法尽，这讲境界啊，佛说的意思太深了，不是我们境界啊。这三个字的意思太深，大就是广，广大，没有边际，深度也没有底蕴，没底啊。下面把境界说到的，境界是说我们心所缘的对象，缘缘是啊，耳缘身，耳缘的是音声啊，这个缘所缘的是色。那鼻所缘的是香，
舌所缘的是味，身所缘的是触，意所缘的是知，六根所缘境界不相同啊。啊，又是相之理，为妙智游虑之所，也叫境啊，属于法境。实相之理就是自信啊，这什么境界？明心见性，这三个字他就懂啊。啊，所以慧能大师一句话提醒了慧命，慧明就开悟，你看悟得那么快，什么原因？用真心，我们真要学，用真心不用妄心，真心能开悟。妄心学的是知识，真心悟入的是智慧，智慧的境界无量无边，知识的境界非常有限。啊，我们读到这里，要深深反省，学会用真心啊，用真诚心待人接物，决定不吃亏。那人一般人怎么想法？他对我是虚妄虚伪，我为什么用真心对他？殊不知啊，他用妄心对我，他是凡夫。我用真心对他，我是佛菩萨，不一样啊，不吃亏啊。啊，都是我们的妄想在作祟呀，不愿意用真心啊。啊，真心人，真心干干净净，一无所有。我们看来佛寺的三圣，他们用真心，海贤用真心，海庆也用真心啊，还提出一个老德和尚，那个老德和尚也用真心啊，别人骗他，捉弄他，欺负他，别人是用妄心，他完全用真心，他得真实利益。啊，他接受，别人那么样糟蹋他，侮辱他，他全接受。啊，他见到佛就拜。人家指着牛粪，哎，这牛粪里头有佛啊，哎，有佛我就拜，那他就磕头。日本人看到这个呆子，他真的一点不呆，完全用这些。啊，捉弄，你们捉弄是一回事情，啊，你们在开玩笑，啊，嘻嘻哈哈。他的真理啊，在他心里是真佛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告诉牛粪有佛，他心里就真有佛，那个一点不假。
这个理我们也从搞清楚搞明白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堂课还从这个地方学起，这是一个大段的开始。